二都开心，那应该。小二没有结账，要结账还不开心？我拿点钱。宝头啊，大盘鱼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老鸡大盘鱼，老鸡大盘鱼，不对劲吧？不是，不对劲啊！这嘞，老德，老德全，老德全，昨日老德全叫我店儿一看，老鸡，他应该都是他了。你看，啊，第一次不来，怨你。第二次不来嘞，怨我啊，怨老板，怨老板，人一个劲儿的往里坐，人多，人多吧，人多。这小院子得劲，排队了，排队了，这都给他等着了。放了一二零，麻的舒服啊，麻的舒服。打份98，打份98，中份70吧，这奶能份大了。不，要两份吧，要两份。两份中份都中了，老板几种口味啊？小二哥是吧？小二哥，那我来吃饭是吧？到哪都是女粉丝，到呀。咱这个鸡子是分几种口味？分两种，微辣、麻辣。一样来一份。中份一样来一份。那中份多大？中份不让五六个人也可以。那都两个小份儿，两小份吧？啊，两小份儿。小份是吧？啊。俺主要是以肠为主，一个麻辣一个微辣，懂吗？你刚刚不是给那个后头说了吧？说了，啊，少油，锅量油，这锅烧的热吧？哎，用面锅，这是专业硬，烧炉做好的习惯。哎，这火得硬，哇！加入料汁儿。啊，你这等于料汁提前加了。还是老人烧了，这颜色好看。加入啤酒，啊，加入大料，啊，倒入高压锅。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了，那个墙都。有外国人跑来吃来了。咱们管那个墙上写的照片。这个标语写的好啊。第一次不来怨你，第二次不来怨我。我刚说了，第一次不来怨我，第二次不来怨你。这都出锅了，把大料捞出来了都。啊，店里有清的，这是可以上桌了是吧？对。起了。哎，你好，给咱送两个菜哈。对，哈哈哈哈。咱们给小二哥送来吧。比较慢哈，招待不周，就多多包涵。谢谢，没事。谢谢啊，好，恁吃哈。喝啥都能吃。来，对住，来，干嘛的？平的，老铁啊，一起来吃鸡啊。见到二哥真是比较那人高兴。这几天天没事不跟粉丝们跟一块吃饭了啊，开心，二哥开心，那应该。四哥才开心的。小二没有结账，要结账还不开心。好酒先打关，好菜坐中间，领导你看嘛都坐中间，我给他桌儿坐住了，他叫我结账，你说合适不合适啊？先给你锁定住哥，还是你结账这个啊？还有一份儿的，还有一份儿的，哎，这个是麻辣的，麻辣的，好，你哥不中啊这，来哥，这鸡头在吃，鸡头在吃鸡头，有啥事吗？你是鸡头嘞，你在吃鸡头，在吃鸡头。不是现实。好嘞，好着嘞。二哥吃鸡头，你吃鸡花。他是头，我是尾。俺俩这不正常，你知道吧？这叫客气。嗯，反正客气啥？不是现实，你大不了都是你结账，其他没有啥，对不对？你搁外边鸡冠中你不吃啊？看没有？我这弄了个真亮，其实他不给我。看清啊！我这是公鸡，他那是母鸡。刚才他那吃那是母鸡啊，我跟你证明一下子啊，看不？将那个鸡腰给它扒出来，这鸡腰好扑棱的紧。这个是麻辣的，都有点辣味了，这个没啥辣。是啊，来，都找。来，今天来了，热闹不热闹？都芝麻店过来的，咱的老铁们，今天一块儿呀，一块儿大家过来，来，新疆美食啊，来吃鸡吧。是的，嗯，咱们二哥吃美食。咱来这吃鸡，我跟你说，咱所有人啊，都大吉大利。你也吃吧，好的，懂吧？吃鸡不着急，来开始喝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可以，老铁们一路支持啊！谢谢，哎呀，可以一直支持啊！没事，整好了。味道啥呀？味道不错，不错。哎，不错，吃饭服装天经地义，应该的。谢谢广利本店啊！啊，213，200块钱吗？213。200块钱吗？哎呀，哎，多少？213，吃六七个人了。好，谢谢。